丢人。是昨天什么时候上来的？昨天几点？八点多就上来了。八点多就上来了。对。你们是早上八点多就上来了吗？对。没有，晚上八点多。晚上八点多在下面那里。是刚刚才上来。管制那里。对，刚刚上来。刚刚上来就对了。对。上来看到只有残雪这样子，也是很开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看过雪啊，在台湾没看过雪啊。哦，你们是第一次上来追雪？对，也是我第一次来武岭。哦，第一次来。然后那个上不去，我有点难过。没关系。然后看到这个今天这样的景象，感觉怎么样？值得了，值得了。对，很开心。虽然没有下雪，但是还是地上可以看到一些。对啊，至少看得到白白的。对。上山要注意什么呢？目前武岭地区那个已经解除管制了，目前是上山的车辆比较多。目前原警已经在加强疏导中，在此呼吁用路人要听从警方的指挥，不要占用车道，不要违规停车，谢谢配合。那今天有什么路段呢？目前都已经没有结冰了，可以自由通行，不用挂雪链。现在武岭停车场已经大爆满了，然后后面他们都还是有排队的车上，要不要呼吁民众不要在上面？我们已经有协调公路段，在那个处理网前进的那个电子看板都已经有宣导了。停车场的状况是？目前已经是全满的，昆阳已经全满，还有3058开会前的中学，前面的停车场也是全满的，可能只剩下小风口停车场还有空位而已。大家好，今天随着封面通过以及寒流南下，全台各地的气温将会越晚越冷。我们预估这波寒流影响最明显的期间，就是在今天晚间一直到周一清晨这段期间，各地的气温都明显偏低。将会有局部6度左右的气温，而在18日一整天都是长时间处于比较偏冷的情形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目前的天气情况。这波寒流呢，会在前期主要是比较偏湿冷的，但是在南下之后呢，会转为干冷的形态。那以今天清晨呢，随着封面通过的影响呢，台湾附近呢，其实各地都有一些降雨出现，尤其是在清晨这段期间，中部地区有稍微比较明显的回波出现，那造成比较明显的降雨。而目前呢，主要比较有降雨的地方是在北台湾的这一带，那我们目前也有发布豪雨特报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未来的降雨趋势方面，我们今天白天其实各地的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偏高一些哦。我们在迎风面的大台北、还有宜兰、还有基隆北海岸这一带呢，要留意有一些局部大雨或甚至豪雨发生的几率。那其他呢，其实在中南部的平地有一些降雨，山区的部分呢也是持续有一些降雨发生的情形。不过呢，很快到了今天晚间以后，随着整体的水汽逐渐减少，降雨会逐渐转去迎风面，山区部分的降雨也会比较稍微晚一些、延后一些的停歇，但是呢，我们大致上在18日的白天之后，各地呢就是主要转为是以多云到晴，但是迎风面云量偏多的情形为主。那我们再看到未来一周的天气趋势，可以看到这一波寒流呢，其实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18日晚间到19日，这段期间呢是高压逐渐的影响我们，并且东移。那可以看到19日晚间高压就东移出海了，所以19号这一天呢是属于寒流，清晨还在逐渐的减弱，白天呢气温会稍微的回升。那可以看到我们在周二。周二、周三这段期间呢，其实台湾附近的气温是有稍微回升的趋势。不过很快的，下一波的强烈大陆冷气团将会在周三晚间开始逐渐的南下。那周四、周五呢，持续会影响我们的天气。但是后面这波看起来是比较偏干冷的形态，也因此是一个日夜温差比较大。我们比较明显的低温呢，是出现在清晨。
那在一周的降雨趋势方面，可以看到刚才所提到的，我们从明天白天开始，整体的降雨是逐渐的趋缓。那主要的降雨呢，就是以整个大台北东半部这些比较迎风面局部的地方，会有一些零星短暂的降雨。那可以看到呢，到了周三，随着下一波的东北风逐渐的增强，我们迎风面的水汽又会增多。这一天是大陆冷气团南下的过程哦，可以看到北部东半部降雨比起前期呢是稍微略微增多一些，但并不会到非常的显著。那再来呢，到了周四周五，迎风面的水汽也会逐渐的减少，只剩下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短暂的降雨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主要关注到温度的部分。我们今天清晨其实各地呢都是有一些降雨，而且云量都相当的偏多哦。那可以看到今天清晨六点左右呢，各地的气温，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约在14到16度之间，那南部以及东部东南部呢还有19到23度左右，马祖12度，金门13度，澎湖约17、18度左右。感受上面呢是稍微有一些凉意，但是呢可以看到今天白天之后呢，其实整体的气温是一路在下滑的。我们看到整个温度的趋势方面，红色这条线是北部宜兰的温度趋势，中南部是黄色的曲线，那花东是蓝色的曲线。以降温比较就是气温比较相对比较明显偏低的北台湾这一带呢，可以看到从今天的白天开始，其实中午的气温就比较不会回升，是一路在下降的趋势，白天缓降，晚上陡降。那从17号的晚间一直到19号周一的清晨，这段期间其实蛮长时间是处于这个10度左右的低温哦。那在中南部地区呢，受到云多下雨的影响，其实今天白天的气温回升也不会到非常明显。那晚间再持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气温也是一路在下滑。那比较明显的低温呢，主要是出现在今天的晚间以及明天的晚间这两个部分，都分别有一些比较偏低的气温。那以整个低温的范围比较广的情形呢，是出现在周一的清晨，这主要是由于寒流以及辐射冷却的影响。那从周一的白天开始，气温会逐步的回升。刚才提到的，在周一白天到周二这段期间，整体气温相对呢是比较回升的。那其实在中南部呢，还可以来到接近20度左右的高温哦。但是呢，随着下一波的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，周三之后气温呢会在有一个下降的趋势，但这一波是属于比较干冷的形态，所以可以看到白天中午的气温其实是有在上升的。那稍微要留意的呢，就是我们早晚的低温了。那像是在周四的清晨有一个气温的低点，那随后呢，其实后续我们关注后面的资料上面呢，其实在24号左右也是有一个比较偏低的气温。那后期的预报资料还是有一些调整，那所以我们之后呢会持续的在关注。